你好，我叫晨曦，我是 Ryan。 你做什么？我是弹贝斯，做个老师。我是小龟，我行选三角零的，负责玩三角零 is Chinese 三角零啊，三角零。我是阿恒，哇，怼到咁埋嘅。我是 Tonic 的主音阿恒，我是负责跳舞的，但我是主音。两个零主音晒跳舞，好复杂啊呢个。多才多艺，扎得多才，复杂啊，反复咁扎啊，反复咁扎啊。大家好，我哋系 Tonic。我是小龟，今天我们来到朗豪酒店研究究竟钵仔糕是怎样用来医治阳痿的呢？同埋我们今晚还要玩一个半个钟头的 show， 还有温石良爆耳症，哇哦，同埋 Sinister， 同埋 Q 乐叔，我们而家。正全力俾心機咁做我哋第二張大碟，大家睇到而家預成，但係絕對唔保證係做得成。我係保證絕對有可能做唔成嘅，但我哋會繼續俾心機做㗎。係啊，咁希望五月一號再出我哋今年嘅第一隻碟啦，即係今年嘅第一隻碟，係啊，呢一世嘅第二隻碟，係啦，呢一世仔嘅第二隻碟，咁希望有一個好好嘅 party 可以同大家一齊玩。唔該。但我是第一隻碟，會再印，係會再印。咁但係我哋其實發現，即係如果阿紅有一日無啦啦、無端端，唔知點解死咗，咁我哋第一隻碟就應該好好賣。咁所以我哋第二隻碟應該會用呢個宣傳方法。係啊，就係、是、唔知點解無端端出死咗，食飽乜死狗。斗志，我希望呢个碟可以做得好过上一只碟，同埋俾多啲唔同嘅音乐，大家研究一下，大家一齐。我希望世界和平，身体健康。2012系唔会世界末日住噶。是2012年12月。我希望做完呢只碟之后，翻咗出去之后，啲人会歧视我啦。好啦，世界末日算啦，我唔想再写第三只碟嘅歌啦。好谢啊！好谢。我希望喺世界末日之前，五月一号嘅 show 系会好好玩啦，好多人支持我哋啊。唔系，最紧要系收咗你哋钱先，跟住五月一号世界末日。大家都唔介意啊？咁我就钱都冇得玩噶，我心谂咁做乜嘢咧？四月尾啦，四月尾啦，好啦，真系要屙尿啦！大家好，咁阿恒同埋晨曦因为太急尿嘅情况之下，忍唔住啦，已经去咗厕所，爆锅，爆锅！咁我哋继续讲下我哋呢一年嘅抱负啦。咁我哋年轻人系应该要有抱负，有理想，有理想噶。咁我哋五月一号就会再，应该会系五月一号啦，就再变呢所谓第五只碟啦。咁呢只碟究竟同上一只碟有咩分别咧？咁呢一碟同上一只碟就系啲歌会唔同咯。咁啊，唔系，其实系一只碟嚟。呢只碟我哋系会同咗其他单位继续合作嘅，即系譬如系Mastermind 啊，即系多咗几个单位。类比数码廿。上一只碟就系全部我哋自己玩嘅，咁呢只碟系会多咗 crossover 嘅位啦，多咗新元素啦。講一講下新嘅碟又上一隻碟，咦屙完尿咯喎！新呢只碟咧，我哋第一隻碟喺自己餅房錄嘅，咁咧係新嘅。咁咧今次呢只碟咧，我哋喺桃花幫手幫我哋灌錄呢只碟啦，咁好開心，桃花一班朋友一齊研究點樣啲聲好啲啊，點樣錄音嘅音質會好啲咁啊。今次嗰個碟嗰個質素會好啲，我哋頂住一隻嚟嘅錢，係啊，緊要。